你都走到那边来啊？这边跳下来可以直接捡水球果啊！水球果。Go go go！ 孔明的陷阱，这里是孔明的陷阱。你被抓，不是有落石？有陷阱。落不完的啊！完了，我在跟前。哦，没有没有，我在肩膀，还好。打来打去都会回到这个刺刺，哎，对不对？我们那天就是这样子，我们打了三场，怎么打都会来这边，一直有刺刺掉下。我们就算引到很远的地方，他还是回来这边。他很喜欢被刺刺，嗯、他喜欢针灸治疗。睡了是不是？睡了。哇，好有用哦。真不会是贴皮，对吧？睡眠刚才那个粘着石好爽，对吧？对吧？睡眠属性来到了2530啊！太熟了吧！我强烈的建议换个位置。有啊，我一直在找啊。他怎么每次都走到这边来？他就明明中天注定他已经到那边了。真的啊！我的转身一装是被落石落掉的，我还不是被龙打掉的。哎！哎呦哎呦！毒！好天哪！毒！没事没事，我没事。有，他回去了。对，他回去了。骑的又睡了吗？不是，好白痴哦。哇！笑屁哦。不是，我在笑那个落。又回来这边了、啊。又回来了，落石。操你妈！好了，好，就不要投的啊、哦，好险！撑一下，我爱乱了，也是爆了、哦，软脸脸。哎呦，真是气！冥冥之中，又回到了熟悉的地方，又回到最初的起点。
记忆中你青，脸青色的脸，脸八青的脸。可撞可撞，我没有石头，可撞可撞没有石头。尾巴。哎呦哎呦，很晃很晃。等一下，我抓不到他。我撞，我撞。被撞了。啊，我来接啦。哦。哦，哥哥，他是姐姐。阿姨，睡下啦！你很久没睡了哎、欸。这里啦。所以冲枪有算斩击三害吗？斩击三害，到底有没有？我问认真的。斩击，就切割啊。戳哦，剩下的完全没有。好。啊，有啦，那个渡上去的，那个期间会是。那个也是戳啊。啊。哇，剧毒。哦吼。我想说，很少看到左边打的不是头部以外的地方。他就是打头部的地方。哇！救我！我都要把那根渡在头上，这样比较好那个。好，没人救我，差点毒死。啊，死了没事。我差点毒死。不是，你看，刚刚血残了，已经见底了，突然切一个画面，你懂多恐怖吗？可以，有想象得到。黄奕耶，尾巴，怎么是骨头？尾巴没断啊。接下来那只好像也是在食物区。这边啊，在这啊。因为我有点想先上厕所。回来！算了，太危险了。去厕所啊！去厕所啊！你先回营地去厕所啊！好吧，我都回营地了。行。开始我的香菇采集之旅。哎、欸，来了！是有三朵冰冷菇吗？来了！好，我马上来。啊 ！Back！ 来了，快点！来了！我就跑了。Nice！ 你为什么乱跑 ？Nice！我刚以为那个狗是你的，不是我的。我
带着石头来了。你确定吗？阿汤，我都没有主题啊。外面有两个，没捡到。门。啊、哦，我以为你要先软嘞。你哇，没撞到。完了，不能再撞了。嗯。刚以为你要先软脸呢。大家的好伙伴，粘着蛋。喜欢那个地方、欸，灭尽红都没有那么喜欢。你该睡喽，睡觉时间到了。哎、欸，睡喽。对，撞喽！错！哪有啊？离陷阱远一麦麦。没有啊，我觉得怎么会说软化会叠加？刚狂打头，又突然硬了。不会叠加重置。哦，对、啊，重置啦！啊，可是我跟江江狂敲脸呢，软化奇妙，对啊，因为我刚刚不是跟你狂打脸吗？打到后面他脸突然有硬了，好、哦，有这种事？你的有这种事是可以软重置还是？我不知道，可以一直打一直打可以软化这些，对啊，就很奇妙。可是我的是炮击啊，没有，因为我的招是一直软化用的啊。和。哦，刚刚你的叫声有点销魂。啊啊！真假的？啊！你不是这样叫吗？我不是我吧？不是你啦 ，HTT 啦。哦，要虚我。他中毒的时候啊！销魂，销魂面，镇魂面吧，啊，镇魂包子，啊，是销大师兄销魂面，要不要来吃销魂面啊？反正什么是销魂面？在忠孝东路有一家，嗯，好吃。啊，他都请你吃不吃？他也是讲讲的啊，对啊。他是叫我来吃而已，没有说要请啊。他比我有钱的，我怎么不请他？哎，好像是呢。对呀、啊。没有啦。你看你的岁数。我是说出社会的经历。哦，不是缴纳岁数的岁数啊。他看我的岁数。看看你的岁数。别说啊，我以前因为做工读生，我不用纳税啊。我的钱太不还没还，我的还不到，还不至于要缴税。对，你看我以前多穷，现在也没好到哪里去啊。因为我刚开始做这个，所以那时候刚好就是那一年还没有到一年。Nice， 你再撑一下啊、哦！好，我来了。
Power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的防性可以弄低一点，然后装回避距离。坏消息，我没有解毒剂了。我们的疫苗已经用光了、哦。你们有解毒剂的没关系，我没解毒剂我会死，我只能狂嗑药帮你们补血了。像这样子、哦、啊，奈斯和方粉尘，没事，奈斯和方粉尘，我知道他会傻的。你看，还是我马上冲回去拿。不用，确定哦。真的不用。好。那我只好帮你们强化一下，攻击是最好的防御。然后怪力种子、忍耐种子，有没有解毒种子啊？种子没有。有，那就是要看反应。种子！有小刚，我们使用高速移动。你补好快，不行！我每次看到断，我都想要江江讲的那句话。哪个？你看那个很前面。那你该睡觉了。我看不到哎、欸。我觉得我是可以抓了，可以抓了。可以。哎、欸，我们刚刚是打死他哈。对，我们金火是打死，因为我看不到。哦。对喏，尾巴。我的足迹捡不够多。哦，这个很前面就正常了一点。哎、欸、，calling one， 这个。啊！你别想跑！等一下，长枪子。两张，够几张 SP？ 夸张哎，打这打两张，我是不是要被踢出去？我不想跟这种人玩。真的，打得要死要活的人。不会是我？铁臂五啊！看来是该用个满足感99%的。靠背，别人撞上去。看一下。我刚好打两只飞龙种，哎，可以耶。对啊。灰龙。谢罗宾。灰酒体。嗯。西罗宾呀。西罗宾。嗯。趁你在想的时候，我赶快去、嗯。永霜冻土采刷，你刚刚说采刷吗？对，他不帮你吃了，没有啊，等下不吃啦、啊。打水妖鸟而已，
拿散弹出来敲敲敲。哎、欸，对，我的。敲敲。对啊。水妖鸟。力战的大水猴袋。还有一般的斩龙。一般的斩龙也给你们叫就好了。那、啊、我叫就好了。我先把它放进九九。放进九九。放进我的。大眼蛇的嘴里。哎、欸，可以强化，会放赋予回复嘞。我是穿错装了。耶、yeah ！穿错装备。快跑、啊！泰然的结晶是皇帝的，对吧？啊，什么泰然的结晶？泰然的结晶，应该是荒地的的矿石。对，没错。我先出发。你要去哪里？去巨魔之地。好，拜拜。我的队友，一个个才花啦。真的是蛮冷的啦。对吼，来，我先找一下东西。刚一个拉伸懒腰拉筋动作做太大，好像有点拉伤。我的背好痛。小心啊！我背好痛。十五。爽哦！那有一个很鸡巴老师出的题目，他们强制爆雷，搞笑。啊，是动漫爆雷的那一种吗？是鬼灭吗？鬼灭的、啊。哦，那就是那个了。是怎样？答案他就是，我先给你看好了。好。然后念出来。他就是 A B C 猪。的猪选项是直接爆雷你啊！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是哪死？贴哪里啊？贴这里不会爆雷到其他人吗？爽啦！我的天！而且它上面还写防雷渗入。哦。重点是你要对这一题，你就要点，你就要进来看。可是他妈还防雷渗入，我可以跳过吗？欸
好，帮你删掉，不，帮你盯选他，直接盯选是不是？我删了，我删掉了。爆雷一直爽。好了，我进来了，正如我进来了，轻轻的，我进来了，正如我进来的轻轻，啦啦啦啦，静静闭着眼睛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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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告诉你为什么没有人进来？你怎么那么可怜？等一下哦，我刚刚说要把道具带东西换一换，来开始登录捷径任务用 ，Ctrl， 嗯，这个是回复药。大回复药，跟变道具，啊那个，子弹的快捷键真的好烦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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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好笑哎！这个道具已经先用一个伪王侧甲二都准备好了，但是装备还没用。这是什么概念？我在后面刮胡未完。To be continued。